Yeah, you know I'm wet. It's the remix. Doja. A cowgirl, I'm a country fan. Ain't talking medicine, but I made a morphine. Ever since I put the cookie on quarantine, like a relay race. When I run up in the spot, bitches know they place. Slide on a nigga, I'ma need my skates. Social distance, I'ma need my space. I done did it, I won with it. I made peace with myself, at one with it. I can't let that goofy nigga come dumping it. I told boy, shoot it, shot, bust guns in it. I mean, I know that you feeling me, I could tell that you feeling me. Acting like you was getting me, boy, you really be killing me. How you digging me, igging me? Boy, you gotta be shitting me. Is you like a comedian? You gotta be kidding me. Hello， 大家，我终于来发穿搭了。今天视频内容呢，就是以穿搭的形式来分享一下我最近购买一些服饰，然后呢，一共搭配了七套比较完整的 look， 会具体的介绍一下每套穿搭里面呢新购入的单品嘛，也分享一下我的穿搭灵感吧。我觉得都是比较适合现在这个夏末秋初的季节的。那如果你对这个视频内容感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就我有用我的手机拍那个搭配图，所以就对照着看一下。那第一套 look 呢，就是我非常爱的那种少女裤的感觉，上衣。那就是两件叠穿的，里面这件呢是一个这种比较泡泡袖的短款的衬衫。我前阵子真的买了好多件这种泡泡袖的衬衫，但是呢这件算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件，而且质量比较好的了。之前在视频里面出现过的袖子这边有纱的那个短的衬衫嘛，也是泡泡袖的，那件就质量不太好，它前面的这个爱情的扣子都已经掉了两颗了。对，然后我就又买了一件这个，这件其实它的设计感呢更强一点，它袖子这边就是有做一个这种堆褶的设计，也是这种比较泡泡的袖子，就是我没有好好挂它，所以这边就有点皱。它这个颜色呢其实是一个米白色的，就是不是那种很死的白，就是穿上就会显你的肤色还挺好看的。可以看到它的长度呢就是比较短这种，而且它的腰部这边要侧面就是有做一个这种挖空的设计，然后是可以抽绳的，它如果不抽的话是这个样子，就是比较宽松的状态，然后你把它抽绳抽起来之后，你穿上就会显得你的腰真的非常的细。可以看它这个正面就可以很好的修饰你这个腰部的线条，而且我比较喜欢它一点的就是它整体是一个米白色跟铁锈红暗红色的一个配色，因为它这边像正面啊口袋啊这边都有做一个外缝线，像这个抽绳也是这种铁锈红的。像这种衬衫还是非常实用的，你外面可以再搭这种连衣裙啊，或者说直接就单穿，也可以像我一样外搭一件这种马甲背心。这件马甲如果单穿的话呢可能就会比较性感那种，但是里面搭一个这种比较可爱的衬衫啊，就一下子变得可爱酷了起来。今年还是蛮流行这种胸衣版型的马甲的，然后前面有做一个这种胸托的形状，有一个也是有这种明线在的。它这件穿上的也是比较短的那种，然后长度就会刚好的盖住刚刚那件短衬衣。下摆这边呢也是有做一个这种弧度的，背面也很好看，是一个这种抽绳绑带的。后面的背带这里呢也是这种松紧带的，然后穿脱的话呢就是直接用这个侧边拉链就可以了，还是挺方便的。我觉得也穿上也是非常修身很显身材的那种。像它这个马甲的印花整体就很好看，而且它的颜色跟刚刚那件衬衫就非常的搭，就是有这种红色元素在的，就是也是一个非常好搭配的单品。像你秋冬再冷一点的话，里面可以打你那种黑色的针织啊什么的，也都很好看。因为我是觉得这个上身搭配已经比较柔和了嘛，如果下面加那种长裙的话，就会显得太知性，就可能不太适合我的风格。所以我下半身就选择了一条这种比较短的半裙，它长度呢大概是在我的膝盖左右，然后它这边其实是有一块比较短的部分，这块呢就会露出你的大腿一点点。它这条裙子其实相当于有两层，里面这一层的话就相当于一个打底嘛，是一个侧边开叉这种百褶裙，外面这一层的话就装饰感比较强一点。它其实是做了一个这种弧形的大口袋，然后这边也有一个拉链，这边这个口袋呢就是比较小的，然后也是有个拉链的。我就觉得它这个设计还挺特别的，之前也没有怎么看到过。然后后面这个口袋呢就是这种可以活动的，而且它质量也很好，就是还蛮厚实的，就属于一年四季都可以穿的那一种，然后也很好搭配。这要穿上我真的有惊艳到，就它是有点小 A 字裙摆的嘛，而且是比较高腰的，这长度对我来说呢也非常合适，就是连我这种短裙恐惧症的人呢都能驾驭，所以我还是非常喜欢的。因为我穿的这半裙呢有一点金属的元素嘛，然后又是比较短的，所以呢我就搭了一条中筒袜，它也上面呢是有一个这种腿环的，
就我觉得还挺酷的，它的长度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我穿过，所以它就形状可能不太好，就是一个这种爱心造型的，然后有这种一个镂空的爱心，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爱心坠子这样子，那它这里呢也是可以拆卸下来的，你给它放在左腿或右腿都是可以的啦，就根据你穿的半裙来调整就行了。还刚刚发现它这个背面是有一个这种调节的这种扣的，然后鞋子呢搭配就是我之前视频里面出现过非常多次的玛丽珍鞋，这双我是非常喜欢的，它也是有点增高效果，然后像这种黑色大头的玛丽珍鞋呢就非常适合这一等套的风格，就是这种可可爱爱酷酷的。然后第二套 look 呢就是我最近非常爱穿的一个组合，就是我身上这件针织背心，然后内搭了一件白色的 T 恤，我把这背心脱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吧。里面这个 T 呢也是我上一个非常遥远的购物分享里面有跟大家讲过的 Zara 的一件 T 恤，它也是这种细针织料的，对，然后我是觉得它整个版型比较大嘛，就可以搭在这种非常宽松的马甲背心里边。那这一套里面我主要是想分享一下这件针织背心啦，这个呢也是 Zara 的，他们今年还出了挺多这种类型的背心的，手里这件呢是 S 码，然后之前有买 M 码回来试过，结果太大了，因为这个肩膀这边就是本身就会比较宽嘛，对大部分的女生来说都会超出你本身的肩膀的，所以如果买太大的话就是非常的魁梧，它本身面料呢也是非常柔软那种，而且这个颜色就是非常的温柔，很适合秋天啊这种季节，就会看起来非常的温柔。然后它这个领口啊袖口都是有这种螺纹的设计的，包括下摆也是，其实这点我觉得它单穿也非常好看，你下面就可以配一个比较宽松的阔腿裤啊或者半裙都是可以的，这件它其实还算比较厚实的那一种，其实前两天穿还稍微有一点点热，反正我最近最爱搭配的就是里面一件白 T， 然后外面呢就随便找一件背心啊什么的套上，出门吃饭遛狗啊都非常方便，你不用再想要搭什么衣服了。不过 Zara 毛衣普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比较爱起球，像我穿了几次上面已经有点逐渐要起球的迹象了，但是我是觉得它很亲肤，然后颜色也很好看，所以我还是挺喜欢的。这条牛仔裤呢我也是最近非常爱的，因为它就是非常宽大，然后又是直筒的，就很好搭配，大家如果买不到这条的话就可以直接在某宝搜一下直筒宽松牛仔裤，应该类似版型的非常多的，我才发现这套上半身和下装都是 Zara， 反正我就觉得这一个搭配还挺随性的，然后呢又很方便，就有一点 BF 风的感觉。那如果平时穿这套出门的时候大部分是穿帆布鞋或者说一些别的运动鞋的啦，但是今天我是搭了一双这个方头的，算是什么鞋嘞？反正就是一双方头的皮鞋，这双呢是 Super 2家的，他们家这一款鞋型真的非常的火，他们有出黑色的还有出高筒的，它的鞋型就是挺时髦的那种，因为是这种方头的嘛，鞋底呢也是我非常喜欢这种锯齿状的，然后就是比较大的，看起来比较硬朗的感觉，它的鞋面呢就是这种哑光的，就看起来会比较有质感一点，鞋面以及它的鞋底呢其实都是点米白色的，那这个鞋带呢就是比较偏本白，它后跟这里呢还有做一个这种设计，就还挺特别的，这个也是有增高大概4到5公分的吧，唯一就是这双鞋子实在是太重了，我刚刚就这样举着，我现在胳膊就已经开始在发酸了，但整体还是很好看也很好搭的那种，我真的很喜欢这种看起来笨笨重重的鞋子，不知道为什么就还挺萌的挺可爱的。然后第三套 look 也是偏男友风的，然后有一点点的机能感，这套穿搭里面呢除了这件马甲，对，又是马甲以外呢都是我之前的衣服啦，看我这件连吊牌都还没有拆，还是这个牌子，对，我也不太认识这件呢，当时是在那个 Bad Market 的实体店里面买的，那家店的话就相当于一个集合店吧，就是他们自己品牌呢也有出很多产品，然后呢店里面还有卖一些其他牌子的一些衣服啊，然后摆件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周边，反正我当时在店里看到这件马甲就走不动道了，它这个的话是一个橘棕色吧，那同款呢还有军绿色呀，还有一个那种酱紫色黑色什么的，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这种橘色单品嘛，而且我的衣柜里面就缺一件马甲，就这种机能风的马甲，所以呢就立马给它买下了。它这个面料呢就不是这种棉质啊什么的，是有点这种尼龙料的感觉的，它这个衣身呢其实是有两层的，哎，这面料是蛮厚实的那种，所以它整个版型呢就会比较的挺，对，比较有型。它这正面呢就是这种机能风马甲最常见的各种口袋，这肩带呢用的就是这种书包上的那种背带的感觉，就是这种帆布条，背面呢除了这边还有一条这种帆布条以外呢，底下其实还是有一些口袋的，就是这种魔术贴的，就还蛮可爱的。我当时拿起它要去柜台结账的时候，那个店员就跟我说它不仅仅是一件马甲，它还可以变成一个包，就下摆这样子给它
特意折过来变成这样。哦，好酷啊，就变成一个超大的包，哇哦，很酷吧。而且它里边啊还有做这种暗袋，我才发现就这个内侧，因为这个马甲是非常宽大的嘛，所以呢里面的 T 恤呢我也挑了一件非常宽大的米色系的，然后它的配色的话就是米色跟橘色，就跟外面马甲稍微呼应一下，然后我是觉得这个上半身还是挺中性的感觉的，所以呢我下面呢搭的是一条百褶裙，就看起来不会那么的 man。 这个裙子呢我也是买了很久很久，应该是我大学的时候买的，就是一条非常普通这种细褶的百褶裙，大家就搜关键词就可以买类似的，这条肯定是已经买不到了。我是觉得大家衣柜里面还是可以备一条这种百褶裙的，就可以用来消化一些比较中性的搭配，就会让你的整体看起来没有那么的 man。 然后鞋子呢搭配的就是一双匡威的运动鞋，也是橘色的，就呼应一下就会让人感觉哎，这个人是有在认真搭配的哦，有一点点小心思的哦。然后下面的话呢就会比较暗黑少女的感觉，就是全黑的 look。 上半身呢是一件袖子这边可以拆卸的短款西装外套，它这件呢也是比较特别，然后有很多小设计的，这其实是我今天刚拿到的，这防盗扣的还没有拆，但我上身视觉还是觉得非常好看啊，就给它搭了一套。它这件西装其实还有附赠一个这种小胸针，是这种蝴蝶造型的，我给它装上试试看，这样在胸前就还蛮酷的。我为了偷懒呢就只装了一边的袖子，它装上的话呢就是这个样子，它这边有一个比较宽大的一个袖套的感觉，然后呢这边就是短袖的样子，所以呢它也是这种两穿型的。它这整体的感觉呢就是这种西装料加上一个这种纱的材质的拼接，它背后就是一个这种比较透的欧根纱的造型，然后也是有点前短后长的感觉的。胸前呢有一个这种皮质的插扣，不过它这领口呢比较低啦，里面还得穿一个抹胸啊或者说吊带才可以。今年就真的很流行这种袖套，也不管是这种宽松的还有那种比较紧身的针织袖套也非常火啦。哦对，它这个面料的话呢其实不是很厚啦，然后是比较软的这种，所以它在肩膀这里呢有加一个比较小的垫肩，会让这个型呢更加挺一点。因为上半身比较短嘛，所以我下半身呢搭的是一条有类似元素的一条长裙，也是之前视频没有出现过的，这条是 DIDDI 加的一个百褶开叉的裙子。之前有说过它这条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搭片了，就里面是得内搭一条短裙的，不然就会走光。它就有点像那种忍者外面披的那个裙子，因为上衣是有一点点微辣的，所以下半身呢我是比较想要更加综合一点的，所以没有选那种很短的裙子。这条裙子的长度大概是在小腿的中部这样子，像它这一条因为腰部也有做一些设计嘛，所以就很适合搭配这种短上衣。它这条其实设计上面没有说特别的复杂，除了这些金属的圆环啊，就是这里有一个口袋了，下摆就是这种非常简单的摆褶，因为我觉得上衣已经挺复杂的了，如果你下半身再穿得很夸张啊，就会太过了，太多了。然后这套鞋子呢我搭的也是有链条元素的，就整体都非常的和谐的感觉，然后又是黑色的，就整个人就非常的酷。然后下面一套就是比较休闲比较男友风的了，就是一个宽松卫衣加半裙的搭配，其实非常日常啦。这一套亮点的应该就是这个卫衣了，它是一个这种玫红色的，我之前真的很少穿这种颜色的衣服，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纪到了就开始爱上这种粉粉嫩嫩的颜色。它这个整体的面料它也不是说纯玫红色的，它是也是有点点做旧有点泛白的感觉的，像这种比较出挑的颜色其实跟黑色搭配起来也会非常的出效果。这件卫衣我真的还挺喜欢的，像它领口啊袖子这边呢都是有做一个这种做旧磨毛的设计的，胸前呢有两个这种口袋，就是比较工装风的感觉嘛。我其实是第一次买他们家的衣服哎，但是我买了好几件，然后我觉得质量都还挺好的。他们家风格就是比较日系嘛，我这件呢是 M 码，对，就是很 oversize 了已经。那就是它这件领口比较大嘛，所以呢我有内搭一个黑色的 T 恤，不然你领口这边露出来太多呢就会比较显胖，因为这个颜色真的还挺显白的。然后下半身呢我搭配又是一条不规则的半裙，这条是被惊喜种草的，我当时看到它就搭了一个西装嘛，就觉得这条裙子好好看哦，就感觉是那种很百搭的。它这条用的其实是那种比较柔软的西装料啦，它上面是有一点点这种细条纹的，但是你远看是基本上看不出来的。它这条话其实是有做很多个裁片的，所以就有一些这种不规则的感觉。长度呢也是有长有短的，就其实我也分不太清楚到底哪边是正面了。平时我也是按自己的喜好来穿的，这条真的也是非常推荐给大家的，我觉得是一个利用率会非常高的一件单品，我之后呢应该也会经常的穿它。像这种比较工装风的卫衣搭配一个这种比较柔和的裙子呢，就瞬间娘 man 了起来，对吧？嗯，可甜可盐。
它就可甜可咸。鞋子依旧是匡威的翻毛运动鞋，就跟刚刚那个橘色其实是同款的。这样一套呢，就是又简单又随性，然后穿着又很舒服。然后下面一套其实我之前有拍过照片了，但是我当时就是单穿的，就是一件这个 T 恤，是这种蓝色跟绿色还有紫色的配色，这颜色就真的非常的夏天。但是因为现在慢慢天气转凉了嘛，所以大家可能不太愿意去买短袖了。不过像这样的一个短袖呢，我觉得就是还是非常好搭的，就你可以像我一样里面打底一件长袖的 T 恤。其实我手里的这件呢，它袖子有点过于肥大了，但是因为我其他的打底 T 恤都找不到了，所以就只能够拿它来用了。像这种可以用来打底的基础长袖 T 恤嘛，H&M 啊优衣库都是有出的。我们再讲回外面这个 T 恤，我就觉得它的印花很可爱，然后配色也很可爱了。但其实这点我这件粉色头发然后单穿它其实稍微有一点点的显黑，不知道是我发色原因还是这个蓝色的原因，它可能是偏冷的那种，就稍微有一点显黑。但其实像这样里面内搭一个长袖的白 T 就会好很多啦，因为它这个颜色也是蛮亮眼的嘛。如果你外面是全身黑的一套搭配，然后里面穿一件这个或者说叠穿啊什么的，就会非常出彩。然后下半身搭配的呢是一个优衣库的伞裙吧，它的版型就是下摆是比较阔比较大的那种，单看可能是那种觉得不会买的类型，但是这种裙子其实还挺好搭的。因为我本身是比较喜欢穿那种上半身比较长的衣服嘛，所以像这样一个比较基础的纯色半裙呢，利用率也是非常高的。而且它这个面料呢是有点这种皱皱的感觉，是有点肌理感的，就看起来不会特别的滑蛋。这裙子我就经常用来做那种全白的搭配，也会非常好看。真的，我觉得优衣库有很多单品都是很值得发掘的，而且都是非常实用的那种。这套鞋子呢，我搭的也是一个白色的，就是一个分趾鞋，上面是有一些泼墨设计的嘛，然后它这个泼墨颜色呢，又会跟我的这个短袖上衣非常的呼应，这套搭配看起来是蛮减龄的，就很可爱。那终于到了最后一套，这一套的风格呢跟前面的可能有点不太一样，会比较个性，就是这种全身黑的搭配。先讲一下这套 look 里面我最喜欢一个单品吧，就是这件针织料的一个坎肩的小外套，它是有点像那种小披肩的感觉，然后整体呢都是这种比较柔软的针织面料，也是很亲肤的那种。这件就还挺特别的吧，它这个袖子呢也是非常长的这种，然后做的也是比较修身的，就会显得你的手臂很纤细很修长。像这种小外套里面呢就可以搭这种抹胸啊，或者说背心啊吊带都很好看。我看它店铺图直接是拿一个那种丝巾当成一个抹胸来穿也很好看。我之前有去他们家实体的快闪店嘛，就有穿这件，就一直都很种草，然后后来自己又去把它买回来了。我觉得这件小外套还是很适合用来凹造型啊什么的。然后我这一套里面内搭的是 Zara 的一件抹胸，它这个呢也是作为这种胸衣的感觉的，就有很多这种束身胸衣上面会有的分割线，但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紧的针织料的，对，弹性还挺大的。这件我是觉得它料子以及手感都还挺好的，就摸上去还挺有质感的。这长度呢其实还挺长的，就会比较适合扎在那种牛仔裤里边。像这种抹胸呢也很适合搭在那种西装外套啊牛仔外套里边，很适合这种不冷不热的季节。然后其实之前我还买了一件同款的这个青灰色，我是觉得这个颜色还挺好看的，然后就还蛮高级的看起来。那因为上半身是比较修身的那种嘛，所以我下面这个半裙呢选的就是这种非常宽大的。这条呢我之前都是冬天的时候穿的，因为它整个真的还挺厚重的，是因为它前面这边呢是很多层堆叠起来的，腰围给我其实有点大了，然后我如果不用一字夹给它固定一下就整个会往下坠。它的料子其实还是蛮滑溜溜的，然后不会很厚啦。像这套搭配的上身其实还蛮简约的，所以搭配一条这种比较有设计感比较堆叠的这种半裙就是刚刚好的。因为这个半裙其实还是挺长的嘛，所以我觉得鞋子还是要穿那种跟比较高一点的才能撑得起来，不然可能就变成1.3米。那这一套乍一看呢可能就是一团黑，其实可以选择像这种金属质感的小包包这种配饰来搭配一下。这个小包包呢跟那针织的小外套是同一家店铺的，它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有设计感的。它这个链条呢是做了很多种不同链条的一个混搭的，还有这种珍珠白的块块，像这个链条呢也还挺有分量，就拿着不会让人觉得很廉价。我虽然不能够装什么东西啊，但很适合用来凹造型，这个还挺可爱的哈。 OK， 那这七套 look 呢就到这里分享完啦，希望你能够喜欢今天的视频。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一套呢，我是觉得每一套我都很喜欢，也是我日常都会
穿的风格，就大家不用把自己局限在某一种风格里面，就平时多做一些尝试还是挺好玩的，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自己。对，我之后呢一定会多出穿搭类的视频的，因为我感觉大家相比起妆容视频来说，好像更喜欢看我出服饰类的。那不管怎么样，希望你能够喜欢今天的视频，不要忘了给我一键三连，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